请问一下，这个桃源县有看到吗？它后面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全形的空白还是半形的空白？全形的空白，不管它有几个，可是有时候它是没有的。好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把这里面的全形空白取代掉，就是拿掉。所以呢，滑鼠右键针对区域别取代值。请输入全形空白。这个寻找的值是全形空白，取代为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什么都不要打，确定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，你看，有没有就是从，哎，总计还有，是不是就没有看到刚刚那个有两个名字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都不理我，载入，这个总计关掉，确定，好了，换你们做了。我们接下来针对内容的资料清理，还有你不能说103年之前我们叫桃园县，104年之后我们叫桃园市，所以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，干脆把所有桃园县改成桃园市，这个内容清理很重要，所以滑鼠右键取代。桃源县改成桃源市，确定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桃源县的桃，只剩桃源市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它应该放在一起的嘛。好，不只是它，现在只做了一个区域别。桃园县改成桃园市，replace value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要再做台？你看台南县、台北县、台中市，台中县。好，还有三个台要改，滑鼠右键取代值，台，而且是大写哦，台北县取代成新北市。滑鼠右键取代台中县、台中市，确定取代值台南县、台南市，可以吗？其实还有一个要取代，因为在现有的地图系统，因为我们会讲到地图，它没有那个大写的台，有听懂哦？所以我现在全部都改完之后，我要把所有的那个大写的台改成小写台，我才能画地图。好，所以最后一个取代就是资料内容的取代，就是请再做一次取代，这个时候把那个。大写的台改成小写的台，确定。